当底部。哦，那是底部。然后，再来按照点式，比如我按 pulse， 啊 pulse， power 啊 pulse， 然后看一下，看一下它是不是同心这两个圆。站了底部它有一个痕迹，然后出光它有一个圆，让它同心那就算合格啊，这就是调整好了。嗯，对对，哦，嗯，冲着痕迹和这个圆看它是不是一个同心的，嗯，只要同心的就是调整好。